啊，我来介绍一下 Gaggenau 这一台抗打式的油机。那这个抗打呢，是 Gaggenau 这台机器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它会在机器的前方呢有一个气帘产生。那它是运用呢冷空气往下、热空气往上的原理，然后避免掉您的油烟串到屋子里面来。这个也是Gaggenau 这台抗打油机的专利。那这台机器呢，它也有三段的风速。那相同的，它也有强吸，就是瞬间强吸。当您在爆香啦，或者是大火炒的时候，您可以启动这个瞬间强吸。那它会在10到15分钟之后，自动再回复到您设定的这个风力。那另外呢，这台机器也有所谓的余吸，就是说您整个厨房都使用完毕了，但是还有油烟味的时候，您可以使用这个余吸这个功能，它会自动再帮您吸油烟，然后换气，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，那就会自动关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网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都可以放到洗碗机里面去清洁。那如果说当您放到洗碗机里面还是清洁不干净的时候，也可以另外再选购，再把它换掉，这样子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